花两个小时做了一款万圣节捉鬼的小游戏，还把它转换成了 APP。 我们先演示，所有的代码都放到了最后，记得截屏哦。赶紧做一个吧，做好了给我留言，我教你三步一分钟转换成一个 APP， Windows 电脑也可以哦。采歌配方。